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OK，在这个三点大家休息的时候，就是特地选这样的时间来访问我身边的这一位啊。OK，所以 before 我要访问之前呢、哦，我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倩玲。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是，所以今天呢，真的是很荣幸哦，在公司遇到他，一定要捉住他访问，因为他有很好很好的 Aurora Pants 的见证。所以他到底是在工作，刚才我讲嘛，他是一个车厂的老板娘嘛，然后因为工作上导致到他的身体啊，有严重的酸痛，到底是Aurora Pants 想改善他的身体的话，能由他来跟大家讲，好不好？哈、啊，你问到我呢，就是肯定是好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像豆腐这样子啊。你看过豆腐吗？豆腐就是很软的，外面你看我好像很强壮那样的，但是一按下去了就扁掉了啊，懂吗？我的状况其实是累积回来的，累积回来的。我的痛哦，可以去到很 extreme 那种啊，就是说其实哦，我的那种是，就是以前一直在打工，还没有做老板娘前也是要在打工的，然后做了老板娘就是跟拼命的打工咯，就是为自己打工嘛，所以就不会爱惜自己咯，就是一命拼命的做这样子，总之是不会爱惜自己咯。然后呢，去到一个 extreme 呢，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做了工，然后我回家煮一餐饭的话呢。我那餐饭我是没有本事去享受了，是因为我就会躺在那个床那边呢，就是给那个腰骨直过后了，然后我才可以起床再去吃我的晚餐。哇，这样够力的。是是是，我真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陆陆续续的就在寻找好的去 solution 哦，这个东西。所以呢，我记得我最 extreme 的是去到什么样，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去过按摩嘛？按摩有应该有去了，每个人都有去。对对对对，这样我想问你，这样你去一次按摩要多久呢？应该都一个小时或45分钟吧，它 package。哇，一个小时45分钟啊！就是45分钟吧。哦 ，OK。但是我是全身按摩哈，我是给两个人按摩，一个人负责4个小时，然后是两个人怎么按摩？有没有想想啊？你们想想看啊，一个人呢、啊、是负责我的上半身，一个人是负责我的下半身，就是两条腿，就是腰的下面部分。怎样按哦？4个小时哦。对，4个小时啊，就是这样子按啊。然后呢，我整身的那种经络、那种根啊，才会 relief 一下子。然后过了一两天，他又回来。这样子真是很严重，很够力哦。真的真的，而且我在想回哦，就是我跌过，我跌过就是有就是那个腰骨有伤过，所以才会累积回来的这个。哇，我跟你讲，真的是不要讲价钱啊，就是说真的是会很痛啊，对。你找了很多方法啦，叫你怎样接触到我们的 Aurora Pants？ 哦，我就是看到我们的上线李小梅的 FB Live。OK， 然后你看到了你就接受吗？不不不不不，我又怕我自己是3分钟热度的人啊，我又不知道，你知道啦 ，FB 讲的东西你也自己也要去 filter 一下，对吧？所以我又怕。都不知道是不是骗人哦，又不知道是不是怎样哦，然后哇又这样贵，那时候我觉得哇很贵哦，真的是我又怕我自己3分钟热度，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我还是不要买，然后嘛那时候我真的没有买，然后我就是继续这样子痛，然后大概你考虑多久呢？哇，我看我大概有半年了。哇，你考虑半年。半年，然后第二次我再见到，就是把你知道人很上望的啦，然后又忘记了那个 FB Live， 第二次又看到小梅的 FB Live， OK， 然后我就抢回这件裤子，然后第三次呢就看到我自己的，我现在的上线 JC 自己做 FB Live， 就是关于这个裤子，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哎，我想了解这个裤子，你可以给我知道嘛？然后他就给我知道，然后我还是考虑了一个星期。然后我才去购买这个裤子，然后说真的，穿了过后觉得怎样？哇，穿了过后啊，真的是痛苦减少了很多，然后按摩真的不需要再去了。如果早6个月你就已经穿上的时候，你就对，过了6个月。
不用这样辛苦，你知道吗？对对对，所以、哦、我很觉得我很明白那种人，你明白吗？那种病人啊，他是很无助，你痛，你去看医生，对。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顾客全部就去看医生，但是问题是你痛，而且你找不到对的方法，不是说这件裤子他穿了你不痛也是会的，但是只是他减少很多很多你不必要的那种痛苦啊，是心灵上的折磨也是。对对对，因为痛的话你基本上你是睡不安稳啊，做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因为一直痛嘛感觉。然后人生呢就是起床做工，带着疲惫的心情又回家煮饭又睡觉，人生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完全是没有那种起劲啊，去什么去做工啊，去做你要做的东西啊。是是，你看 Justina comment 穿了就不想脱了。对，真的真的。然后我现在有，你看几开心、啊，这样子几开心啊！哎，真的真的，如果不是鼻翼哦，我看我现在哦还是过着那种，很痛苦的日子啊，你知道吗？他是给我脱离了那种痛苦的日子，减少我很多痛苦啊！我真的是很感恩感恩，反而带进这样好的产品给我，对对，真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讲，看到 Stephanie 的那个改变啊，改善是不是在做的？在看着我们的 Life 的 Line。连刚才你有讲到，就是你一听到那个产品的价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贵哦。这样子，你有什么勉励的话跟我们的那一个线上的人讲呢？哇，鼓励他们呢？你真的是觉得贵哦，但是我跟你讲哈、哦，当你穿上去的时候。它可以当你穿上去的时候，然后你觉得那个效果齁、哦、它真的是不同，然后你真的是会觉得很值回价值。你看我去按摩一次大概你们都知道了几百块的了，你大概你一条裤子才多少钱，真的是很 worth it。 然后我现在哦，我穿了整两年多，我真的没有去过按摩了嘞。然后哦，那个按摩店真的是做少了我很多生意啊，然后我可以买很多条。你本身有几条？我真的是数不到嘞，我真的没有去数啊。人又买了 limited edition， 对，是不是又多两条哦？现在又多了两条。对，是，所以、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感谢 Stephanie 的分享、哦、因为、哦、你看、啊、我们的 Aura Pen 是不是人家都讲神奇裤神奇裤，你没有穿上去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神奇，只有你穿上去你感受到了你才能知道它帮助到我们身体是什么状况的。 OK， 所以今天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谢谢、yeah! 所以守住我以下的 Live，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Live、很好可以帮助很多人的话，就是 Like and Share，Like and Share，OK、okay?。好，晒出去，是帮助更多人。OK， 现在我们的 Live 就到这一边，好啦，拜拜。